毁灭活动，家人们啊，卷扣啊，17个有。大骨头粉条，红薯粉条，哇，金龙剔透啊，粉条真好，球传出来了，吃了这个汤汁之后比肉都香，这粉条真好，家人们，朝阳六家子的真正的手工粉条，配料表只有红薯淀粉和水，手工制作自然晾晒，外边129，小空间直降623.9，五斤，今年一冬天就吃下了，家人们，真好。零添加的，做个炖菜啊，配个肉吧，还有的完美啊。哇，需要这汤汁之后嘎嘎笑。五十两，再分点，你看，穷点说话啊。做炖菜真好啊，哎呀，这粉条吃不够啊，真好吃，家人们放心吃，这粉条真好啊，价格实惠，趁活动，家人们中秋节活动23.95斤，赶紧漏吧。六拼千层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先来一个，哎呦，这是啥？那个榴莲呢？
榴莲，这个真的是有点榴莲肉，真的榴莲肉，它不是榴莲酱，淡奶油，一打开我就香了，吃着我喜欢的口味啊，真的巧克力。孙子，六品六种口味，这个老师们看吗？700克，个儿可不小啊，一般都400克、500克、700克。真的淡奶油、动物奶油，零番装饭。顺丰、京东的二刷货，你尝一尝吧，这真不错。这是黄桃，这是还有蓝莓的，我吃蓝莓吧，蓝莓。黄桃还有一个抹茶，还有芋泥儿，真不错吧？好。这好。给师傅留两块吧，真不错了，很难啊，700克，炸酱面鸡腿儿，铜管夫炸酱面就是国产炸酱面天花板了，嘎嘎好吃，家人们，零买这一包5块。两包10块，小凤家9.95包，性价比极爆啊！你尝尝，真好吃这个国产面扛把子，关键酱和面条啊，面条有劲儿，酱香。夏天没什么胃口，煮两包炸酱面，嘎香。也不算是齁甜的香，就是酱的香。好吃，师傅家里面赶紧尝尝吧。